参赛者，当然也是非常的高兴，然后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来这首歌《爱的奇迹》，谢谢。周杰，当然我们要再次欢迎张杰。师姐你好。Hello。Hello。说不出的喜悦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不敢开口。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对我很特别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让我开口。我想了很久，总没有借口。爱没有限额，爱不需理由。让我告诉你，不再犹豫。说我爱你，让爱。实现奇迹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人品，我没关心什么原因，我不会在意。说我爱你，让爱带来奇迹，你知道我爱你，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勇气，什么奇迹，谁先说爱你都可以。说不出的喜悦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不敢开口。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对我很特别，有句话想对你说，让我开口。我想了很久，总没有借口。爱没有限额，爱不需理由。让我告诉你，不再犹豫。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什么原因，我不会在意。说我爱你，让爱带来奇迹，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勇气，新的世纪，谁先说爱你爱出现奇迹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奇迹。什么原因？我不会在意。说我爱你，让爱你知道我爱你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的勇气，新的世纪。谁先说爱你？谢谢大家，生日快乐，东方卫视，谢谢。